爸，我爱听我就喊妇产科门诊啊。我妈咪讲啊，那是想要生囡仔，就要先把身体调养好。我爸不知道看想要有囡仔哦，爸今日有陪我去庙里拜拜，不过跋杯，我想杯呢，我心里冇带，我今天就要想宝宝啊，对不？我做几台，他赶紧抱孙，我赶紧做阿妈。我真的身体哦，唔知做会康未无？你记得吗？怎样哦？错，又来。其实我已经爱瑞德很久了。你换过来我是。你要想好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好一份来啊。不是，嗯嗯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是你心太重要。那就是我下一个目标了。好啦，我知啊，我爸是我的师兄，我一定会听你话，做你上乖小宝贝。他也肉麻了，休息一下。举起他的粉拳，捶爆袁勇的胸膛。是这样，不是叫你真的拿拳头。我脚在都勾在一起，然后我跟你说你小乖小宝贝很可爱，讲话都还行。是 Baby 对啊，这是他送我的啦，他很好写，谢谢。好像是我们合作没几天就送的，用一支笔就把我爸删除，真的聪明。我要绑一辈子吗？我的天哪，好便宜啊！好便宜啊！我这么年轻，就因为这支笔，定情之笔。